六月十七号啊，星期六嘅呢一个嘅鳄鱼潭啊，哇！你屋企里边咧，唔知会唔会有一个嘅宅男啊？日日咧就喺呢一个屋企里边咧，就老閪都唔捻出门口吓，挂捻住打机啊！屌你谂咩？你叫佢出去玩啊，晒太阳啊，游水行山啊，唔去，我要嬲喺屋企里边。点解你唔捻去啊？哎，屋企啊，干净啊，呢一个嘅又吓防疫啊，咁啊出边通街都冇看细肺炎嘅呢一个嘅细菌，出去中捻咗之后点算啊？咁捻样，咁突然之间你个宅男走捻咗出门口，话要去远行啊，探下啲朋友，你系咪会觉得惊唔惊奇？差唔撚诧异，同埋好撚 surprise 呢？咁所以吓呢一个嘅啱啱啊，中国国家主席嘅呢一个嘅柒头习近平走撚咗去啊外访，系嘛？三年以嚟首次踏出家门，呢一个嘅屌你嘅老尾三步不出闺门嘅呢一个嘅宅男，系嘛？从来未见撚到一个国家嘅元首啊！屌你老尾咁撚惊出国噶，即系出国外访啊！唔撚知佢怕鬼啊！屌你个老尾系咪身体唔撚好，唔撚可以远行啊？踎低起身就会头晕啦、啊，定系屌你行得多啊，就要气促啊？屌你老尾脚痛啊，定系点鸠样？咁啊，而家卒之佢就肯踏出呢一个嘅门口，好去唔去去边撚度啊？去呢一个嘅哈萨克，再去呢一个嘅乌兹别克。先去开呢一个嘅上海合作啊，呢一个嘅组织嘅呢一个年度峰会，再跟住咧就见佢嘅大佬啊，呢一个嘅普京啊，去屌你老尾坐低倾足谈心。咁啊，究竟所谓何事咧？咁我已经系今集嘅鳄鱼谈咧，就要同大家去呢一个嘅分析啦。咁好啊，咁啊，呢一个嘅宅男习近平咁啊，即系应该就应该叫习近平嗰定叫习近平嗰咧？咁啊，即系啊，适随尊便啦。咁啊，宅男主席出门口，咁啊，卒之就去捻到呢一个嘅哈萨克，咁啊，大家就见捻到佢咧，就一落飞机嗰阵时咧，唔知啦吓，即系今次出嚟系嘛，即系冇好捻耐冇出门口啊，定系屌你个老尾閪出门口之前啊，屌你老尾啊，困捻咗老婆唔揾到佢，佢老婆今次冇揾起行啊，哇，肯定啊 FIFA 完啊，开 party 啊，屌閪屌到閪冧啊，然后脚都软鸠埋，行楼梯落飞机嗰阵时。差啲一个唔觉意一脚踏空，屌你老尾喺呢个高架楼梯里面碌鸠咗落嚟，咁啊屌你老尾冚家铲，制捻完英女王之后就要买定香槟就送佢起行一路好走啦。咁啊当然啦，世界上面嘅嘢消除暴君点会咁捻容易啊？你要习近平死佢就偏偏唔够死啊嘛！即系讲真，好多网友都觉得，哎呀，点解你唔跌鸠咗落嚟啦？就屌你老尾中国有救啦！咁但系佢就偏偏唔够死啊！咁啊。脚摁摁咁样样系嘛，即系脚步浮稳，唔知滚得多啊，坐得多伤气力啊，净系真系好似列大夫喺列大夫中医教室咁样样讲啊。喺7月1号见佢落嚟香港嘅时候，举步艰难系嘛，好捻明显就高低脚系嘛，点解会高低脚啊？条大阵有问题咯，屌你咩颈脊唔捻平衡咯，屌你老尾嗰啲御医唔捻做嘢咯，搞唔捻掂佢咯，又或者条捻样，屌你老尾饱食远扬系嘛，屌你老尾吓。食得好住得好屌得好咁啊屌你个老尾閪系嘛身体脂肪多系嘛三脂金油酸又高系嘛又有痛风定系点撚样嘅情况之下啊左脚重啊右脚轻咁好撚容易扑街嘅。咁啊但系佢命不该绝就屌你老尾冇撚扑撚咗落嚟及时拿撚住呢一个嘅扶病啊系企定定喺度。咁啊然后接受呢一个嘅哈萨克啊呢啲嘅屌你老尾嘅啲嘅总统嘅呢一个嘅欢迎。咁啊欢迎欢迎耶啦欢迎咁啊当然啊屌你老尾有贵客来临啊梗系最捻重要啦系嘛。咁啊好啦咁啊点解佢要揀呢一个嘅哈萨克又点解要揀呢一个屌你老尾中国国家里面仍然有好多地方啊饱受呢一个啊要封区啊撩鼻啊测检啊喂你呢一个嘅武汉肺炎未完全呢就搞捻掂㗎喇。你行捻咗出去你唔捻怕奶嘢咩咁啊，当然作为一个嘅病态清零嘅始作俑者啊，屌你老尾头号勇等啊，佢自己老人家谂出嚟噶嘛，身体力行，屌你老尾武汉肺炎肆虐咁捻麻捻烦，佢唔捻出去，你哋啲国民都咪捻使旨意出去系嘛？身体力行做个好榜样，话俾大家听，病态清零嘅情况之下，大家就企定定喺度，乜都唔好捻鸠做，最好就原地踏步，千祈唔好捻开离开你嘅住所。咁啊，即系做出一个嘅好捻危险，个 WADA 咧就全个世界咧就非常之咧就屌你嘅老尾閪咧就已经啊与病毒共存啊，呢一个嘅意识形态啊，佢啊仍然系要坚守嘅。
好啦，咁佢而家离开喺一个嘅中国嘅呢一个嘅玻璃屋系嘛，呢一个嘅 bubble 吓，呢一个嘅屌你老尾嘅闭环管理，走出哈萨克，系咪代表紧喂病态清零系嘛？即系卒之抗疫成功，中国武汉肺炎就中正寝啊！即系等紧啊咸湿菜所拍板，几时就唔捻细鸠再理佢，当佢四婆咧？但系实情，大家亦都唔好谂，以为屌你老尾咁捻快啊！黑暗里面啊，见捻到呢一个个尽头啊，光明嘅绽放嚟紧啊！呢个习近平一落呢一个哈萨克，屌你老尾，煞有介事咁样样，一只二只嗰啲嘅哈萨克嘅呢一个嘅总统又好，官员又好，个鸠个都要继续要戴呢一个嘅口罩，要欢迎佢啊，接待佢。而佢当然啊，佢一众嘅中国官员亦都系屌你老尾冚家铲，戴捻住呢一个口罩冇面见人啦。咁但系哈萨克早一排以前啱啱招呼过我哋嘅教宗吓，呢一个嘅方济系嘛，自同佢哋见面，个个都冇够戴口罩嘅。咁而喺咁嘅情况之下，点解你又叫见习近平系屌你个老尾閪又要戴口罩呢？咁啊好捻简单啦，屌你老尾，作为习大帝系嘛，龙体梗系要万福金安，唔可以俾你班咁啊屌你老尾嘅小丑啊依咁嘅病毒感染到佢，佢中招，屌你老尾龙体有恙啊，屌你咁一夜呜呼，屌你咁就然后跟捻住嘉宾，你陪捻翻个国家主席俾呢个中国共产党啊，梗系唔捻阿拉啦。咁既然佢咁捻身娇肉贵，咁捻怕病毒系嘛，即系屌你个老尾又怕死，边捻度都唔敢去。今次嚟俾面见你哋，同你班捻屌开会，咁你哋系梗系要跟足中国嘅防疫嘅呢一个嘅指示。冚家铲，记得洗手洗手洗手，屌你老母戴口罩，屌你老尾冚家铲，高规格防疫咁接待一个习近平，千祈唔好谂俾佢濑嘢。咁实整习近平够濑个嘢，就真系天知地知，佢自己知啦，系嘛？咁啊，当然佢梗系扮捻到，屌你老尾啊！抗疫好捻成功，屌你老尾，从来都唔会濑嘢。中国嘅呢一个嘅科兴疫苗非常之耍家。咁好啦，摆捻出呢一个大阵仗，亦都系一个好捻重要嘅信息，俾全世界知道，抗疫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你就喺中国里面嘅屌你老母嘅韭菜，14亿嘅屌你老尾嘅奴隶。继续要病态清零，我讲紧你哋啲奴隶，唔系走捻咗你哋700多万嘅港呢，屌你老尾港灿嘅数啊！你哋唔好谂以为啊，你哋唔系中国里面嘅不可一分割嘅一部分啦、啊，所以你哋班捻样都要继续病态清零，紧随党嘅指示，跟听党走，听党指挥，继捻住戴口罩，打针打针，屌你老尾疫情仍然之非常之危险，所以摆个阵势出嚟。习近平嘅呢一次嘅外访，仍然啊高规格话俾大家听，病态清零仍然持续，只不过今次有非常之重要嘅呢一个嘅目的，要去呢一个嘅哈萨克，要开呢一个嘅上海合作组织嘅呢一个嘅冚家铲年度峰会啦。咁啊，点解又要去哈萨克里边？屌你咩，冒咁捻大嘅险，天下嘅疫情仍然爆发紧嘅情况之下，喺佢自己嘅个人嘅角度上嚟讲吓，咁啊仍然要去开会嘅。无他嘅，大家都知捻到而家呢一个系乜捻嘢嘅时势啊？讲一个字嚟形容呢一个嘅中国同埋中共啊，人衰閪臭冇朋友，就系而家呢一个嘅中共嘅呢一个嘅写照啦。个个都屌柒你，个个都屌鸠你。美国又话要重新要检视同台湾嘅呢一个嘅关系，系嘛？日捻日都有啲方法出嚟咧，就要屌你老尾制鸠财你呢一个嘅中共。中呢一个嘅美国突然之间就屌你老尾啊，粗暴式咁样加息，就屌你老尾啊，摆捻到明玩残你人民币，系嘛？点解啊？你一阵间要去见边个啊？见屌你老尾你嘅大佬啊，屌你老尾冚家铲普京啊，摆捻到明你哋班冚家铲蛇鼠一窝一鼻子出气啦。咁好啦，而家天下为中，个捻个都针对佢，系嘛？你又虾鸠台湾啊，跟捻住惹起公愤，个个都企喺台湾嗰边。摆捻到明，屌你老尾，屌柒你啲 bullying 系嘛？咁你冇朋友，冇支持系嘛？个个制裁你，咁点捻样啊？喂，宅男啊，屌你老尾唔出门口啊，都要上网打机，有啲屌你老尾嘅网友撑下佢啊！咁啊，唯有就屌你老尾走去呢一个嘅中亚里边团结嗰啲嘅唔捻同嘅呢啲嘅捻屌中亚世界嘅国家啊 ，form 一个嘅屌你老尾嘅朋友圈啊，屌你老尾好嚟咧就系、人多好办事，你唔侵我话咩？我搵啊侧边啊小强啊小虾同埋呢一个嘅小乌做朋友，你吹我捻账啊！咁所以今次咪要走去搵呢一个哈萨克去倾偈咯。哈萨克一直以嚟都系中国嘅呢一个嘅所谓习近平倡议嘅。
一帶一路嘅屌你老尾嘅重要嘅依一個嘅夥伴，更加係依一個嘅一帶一路嘅依一個嘅第一站啊！咁啊，哈薩克依個地方差唔撚多中國嘅版圖裏面嘅五分之一嘅依一個嘅大啊！但係屌你老尾，佢得2000萬嘅人口，正宗係啊地多人少資源多，哇！屌你老尾冚家產，有佢哋嘅資源俾佢幫助啊！屌你老尾，我真係使撚同你班撚樣屌你老尾啊密謀傾偈咩？我咪一樣同第二啲人做生意，你唔撚我做生意，屌你老母彈我鐘，我一撚樣有人屌你老尾啊接受我同我做屌你老尾依一個嘅 Lulu 按摩啊！咁啊，當然哈薩克就梗係歡迎老宅去揾佢哋啦。點解啊？要同佢哋搞依一個嘅一帶一路，咁啊一定要加通依一個嘅聯繫啦。聯繫靠乜撚嘢啊？屌你老尾，當然就係要喺佢度做嚇起鐵路、起依一個嘅公路、起鐵路同起公路嘅情況之下，就當然就係要投資啦，要搞基建啦。搞撚掂咗依一樣嘢之後，中國嘅商家啊，屌你老母嘅資方啊，就會大大地咁撚樣去投資落去依一個哈薩克度啦。加上佢天然氣啊，資源豐富。習主席一定係屌你老尾，唔會吝惜依一個嘅腰間錢，同佢做好撚多嘅依一個嘅生意。屌你老尾，冚家產，你就好似見撚到屌總理去西班牙舞廳咁樣，氣逼 spenda， 哇！嚟幫襯嘅時候，我唔撚屌你老尾老婆仔女啊，冚家產孫仔狗仔啊嘛，冚家產啊依一個嘅啊夾道歡迎啊，屌啦聲冚家產當你 super star 咁樣去招呼你咩？老闸梗系一落机嘅时候，见到咁撚大阵仗，啲老朋友咁撚样欢迎我，就好似屌你老尾喺啊屌总理入呢一个嘅新西班牙舞厅一撚样，啲经理啊同埋啲姐姐婶婶啊夹道欢迎，系嘛？屌你老尾啊，仲有星哥帮佢按摩，同埋屌你老尾啊，俾啲热毛巾佢敷面咁样，点会唔开心到屎忽毛都松晒，孔雀开屏，一开屏咧脚又软啊，争啲跌鸠死条冚家产添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睇得到习近平喺一个嘅外交嘅困局嘅之下，急需要揾盟友。咁啊，只要你老尾，就算佢摁怕死，几捻惊一个嘅中国武汉肺炎吓、啊，即系仲惊死佢，屌你老尾，仲捻咗招之后，屌你老尾一命呜呼，都要步一个嘅大不韪，冒一个嘅险，系嘛？好似 In the End 咧，中水魔域探险咁样样，都要同一个嘅哈萨克倾偈，开一个嘅捻屌会啦。咁啊，好啦，而家依一个嘅哈萨克依一个会议有啲乜撚嘢人去参与呢？咁啊，当然屌你老尾吓，俄罗斯依个大哥啊，肯定会蒲头啦。咁啊，仲有哈萨克啊，屌你咩乌兹别克啊，屌你老尾啊，印度啊，啊依一个嘅屌你老尾做啲乜撚嘢啊？啊，嗰、那个叫乜撚嘢？咩吉斯吉尔吉斯啊，屌你老尾，塔唔撚知乜鸠嘢黑啊！屌你老尾，依全部噏唔撚出名嗰啲中亚国家就会蒲头啊！又有啲乜撚嘢嘅啊？四个嘅依一个嘅观察国，六个嘅依一个嘅对话嘅伙伴团体，咁啊全撚部啲都系屌你撚嘅伊朗啊、沙地阿拉伯啊嗰啲屌你老尾嗰啲嘅撚屌国家系嘛？全撚部都系同依啲嘅英美澳加五眼联盟啊有牙齿印啊！大家你睇你唔撚信啊，价值观唔紧一撚样嗰啲嘅屌你老尾嘅邪派高手，正宗系毒蛇帮，屌你老尾又叫撒旦帮，撒旦帮又叫八年教又。打埋通天教，叫埋通天教，不如叫埋罗刹教啦，咁啊一齐又去，咁啊今次屌你老尾，仲要顺便同依一个嘅印度佬啊揸下把啊冰释前嫌，系嘛？边境嘅问题，大家屌你咩轻轻带过，屌你打死嗰个咁多人，大家唔好捻提啦，你话死捻得几捻冤枉啊？而今次啊吓，仲要系确认埋依一个嘅伊朗啊，加入佢依一个嘅上海合作嘅依一个嘅组织嘅年度峰会，即系换句话讲，由8个国家正式变捻咗9个。喺咁嘅情况之下，又有依一个嘅俄罗斯，又有你依一个嘅中国，再加埋美国嗰啲死对头伊朗呢班咁冚家产，哇！屌你老尾，依个极度邪恶嘅依一个嘅联盟已经系成捻咗形啦。咁捻样系咪摆捻到明喺依一个嘅国际嘅制裁啊，同西方国家唔捻妥嘅情况之下，依扎嘅邪派高手更加要仔仔一堂坐埋一台，然后要谂计仔点捻样去做佢世界，大家夹计搵食。打出半边天呢，形成呢一个嘅屌你老尾海洋化嘅呢一个体系 versus 呢个大陆化嘅呢一个嘅体系嘅互相嘅呢一个嘅抗争呢，咁呢一个嘅国际嘅局势，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其他啲有资料系咪或者係有学术性啲嗰啲嘅撚屌 KOL 嘅分析啦，要听 detail 啲嘅嘢就听佢哋，听我嘅感觉呢就听返我鱼谈啦。